双白，双白你在哪儿啊？双白。你要不要回应一下，把你那三少叫过来，看看他这冰心玉洁的女秘书跟谁搞在一起？不要。别挣扎，越挣扎我越兴奋。小心我在这儿办了。聂先生，安小姐应该在到处找你。你妹妹的手术下周一就可以做了。是约翰教授吗？这不明知故问吗？那不用等任务完成了吗？你想等也可以啊。不，那你现在跟我回四季云顶。我有多缺钱，您应该是最清楚的。骗我就一百万。我现在的处境已经很艰难了，办了不该办的案子，害死了我爸妈，害了我妹妹，该死的人是我。给你放三天假，这三天你是你自己。喂，醒了。时间卡的很好，刚醒。看见早餐了吗？在自己家里装监控，防贼还是防自己？防你。你不问问谁做的呀？没毒就行。现在把山楂水喝了醒醒酒。你记住，经常宿醉会让女人快速老。我又不靠皮囊讨生活。哦，聂先生是怕我人老珠黄，没有办法勾引三少了。放心。任务去。你这孩子已经七周了，你要决定留掉吗？确定。会做隐形人，我其实都是隐形人的，不需要你嫁人，让我能做到我应该在的位置。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，再加一个见不得人的父亲。双白，三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没事吧，双白？昨天晚上我找了你一晚上，结果只找到你的手机。谢谢。我感觉有点不舒服，所以我就来医院了。你怎么不等我啊？我可以陪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我把锦城所有的医院都找遍了，最后只找到了这里。还好你在。对不起啊，三少，我昨晚喝多了。你不用跟我道歉的。而且你也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。孕检单，你的。ตอนเต็มมีเฉพาะ Netflix TV